追接近人的藝術，沒有其他藝術比戲劇更加接近人，因為它根本就是描寫人。所以呢，在這幾年的學習裏面，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你怎樣跟人合作。我們要知道藝術的規則是被人破壞，不是被人遵守的。咁你如果唔知道過去係做人哋做過啲乜嘢，或者有啲人已經表現咗啲乜嘢嘅手法，咁你點去打破人哋嘅做法呢？首先我要多謝佢哋嘅努力，我絕對相信佢哋係可以承擔香港戲劇發展嘅責任嘅。大家一起合作呢，應該是會有更好的成績的表現。加油，繼續努力。